Hello，大家好。上次我给大家看了一下 iPad Pro 的四跟五代的一个比较的一个 video。那这次呢，我买了一个 Apple Pencil 二代的这个 Apple Pencil 给我老公，让他就是用起来会比较方便一点 ，take notes 什么的。那我现在就会做一个 unboxing 的 video。那这就是一个说明书，然后它的头是可以拆卸的，你可以用 double tap， 然后去 change 它的 mode， 只要把它就是吸在 iPad Pro 上，它就可以 charge 或者就是 carry 它，其他的没有什么。这些好像没什么，都是 warranty 那些。它这外面还包了一个膜，就是一个很新的一个 Apple Pencil， 然后大家，它这里你看这里是有一点点棱角的边，它这里就是直接可以 attach 到 iPad， 然后这个 tip 是可以更换的。那我现在就用，因为我自己也有一个二代的 pencil， 我就可以跟大家 show 一下我二代的 pencil 是怎么用的。这是我自己的四代的。这是我自己四代的一个 iPad Pro。那这是我自己的二代的 pencil。其实你只要往这里一 attach，它就 attach 上了，然后它就会自动 connect 到 Bluetooth， 就和你的 iPad 连接起来。然后我用的最多的呢，我是喜欢用 Good Notes 的。Good Notes 5呢，我觉得这个 app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app， 就是你平时记手账啊，或者记上学的时候记笔记，我很推荐。因为另外一个可以跟它比较的一个 app 叫 Notability， 那个呢现在已经 charge 年费了，而这个还是一次的，一次性的付费的，所以我觉得你要买的话尽快买，因为这个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概念费的了。那你这里你可以随便写，然后撤回。这个是 eraser， 就是你写了，这 eraser 有分大小、大中小，然后 highlighter。你可以换你自己随便喜欢的颜色，也可以变很大很大。那这个图形的话，就是你这样画一下，它就可以。哎，这个画的不太好，就是可以自己 take。OK， 这里还可以添加 stickers， 你喜欢 stickers 可以添加。然后这里可以添加图片，这里是你可以 type 字，然后这里是你如果做 presentation 的话，我觉得这个 function 是很好的。哦，刚才还没有给大家看这个是就哎 ，oops， 这个是可以随便移动你的这些 notes， 就是你想的换个地方什么都非常方便。那就是说我一般喜欢自己用笔去 take notes， 然后 take notes 了之后，我再
PDF 书上要想加入哪一个比较关键的公式啊什么的，我就用截图来截。那你这里还可以用笔来截图，你看到没有？比如说，我不死，你可以截小一点，就是说我截这张图就直接截这一块都可以，就笔是很方便的一个东西。然后我们可以回去，那你这里添加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添加新的一个 notebook， 这里你横向纵向都可以选，看你自己什么喜欢。然后这有各式各样的纸张，有这样，有些人喜欢黑色的，他们说对眼睛比较好，然后用白色的笔去写，有，然后有黄色，这里还有 music sheet， 就是你搞音乐的朋友可以用。然后这里有 planner， 就比如说你可以弄一个月的 planner， 然后我们换一个 landscape， 看看有没有 planner 呢？在这里，比如说这里你就可以写页。比如说一二三，你自己写一个 planner， 然后你想换页的话，直接就这样加页换页都很方便。这个是我用 iPad 用的最多的一个 app。那我这个套子呢，我也想展示一下。这个是我在 Amazon 买的一个套子，我觉得用起来还比较方便。有些人还买了这个就是 Nibble 的套 for 这个笔尖，我没有用过那几。我这个大概用了一年多，快两年了吧，目前磨损还可以，所以我就没有考虑过买那个。那我当时买 Amazon 买套子的时候，它是一共两个颜色，一个粉色，一个灰蓝色。那我们就可以。我可以把这个灰蓝色的套给我老公用。那为什么我会推荐 Apple 的 Pencil versus 那些 Amazon 便宜一点的平替呢？那这个呢是我在淘宝买的一个平替吧，也不便宜，当时买下来可能也有280块 or something。那它呢，它做的其实我觉得仿真度是挺好的了，它也可以吸，你看。它也是可以吸的，但是它就是不能充电，充电你必须要用 USB 来充，就是这里有 charger， 然后就是每次用的时候你要把它开掉关掉这样子。然后这个手感呢会比 Apple 的轻，放在一起手感会轻一点，就是我还是喜欢 Apple 的这个重的手感。那对于 Pro 来说的话，我觉得这个是最方便的，就是你不用再去单独充电，你这个还要单独充电，当然价钱会便宜很多。这个可能算下来40多块钱， Amazon 可能有30多块钱的，然后这个就是129，价格还是有差别的，看你自己喜欢了。那我今天的 video 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